想要美丽抗衰老，中西医说要多姿多彩。抗衰老的三个原则：彩虹颜色的蔬果要多吃，生菜沙拉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。要让你的这一盘颜色是很 colorful 的，很多元化，可以用多色，用我们中医其实五色对应五脏，就是青赤黄白黑，可以滋养我们的肝心脾肺肾，养精血，补心气，其实要有充足跟品质好的睡眠。今天晚间八点，妈妈好声东森超市三频道。